这样发育，并一人没伤，一人没双一级学艺，这一人已经很难玩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一人这个对线，他没双还学了个一级呢，很痛苦的，兵都不好补，我真的，所以我老想着 A 我们发育吧，我们发育一下。 我不会，应该没退兵。刚看了一个残余的炮车，没看到呀。老是 Q 我，吸血鬼，他老 Q 我，兄弟们。 可能差点单杀呀！可以。哎，那肯定走得掉了吧，兄弟？ 我应该直接挂点难度，真的，真点燃了。但我觉得下路能走，这不，他停留了一秒钟，为什么？我操！难受。 你还没什么不找的，因为我怕杀不掉，我就不想再留。难受啊！算了吧，下路过不来，别了吧。我马上就到。哎呀，我这波死的有点亏，磕了好多兵的经验值。 这个兵的就比我高，人马应该回家了吗？不会来越我的塔吧？ 他给你比我先6级的吸血鬼，得教住我的呀。平衡终于一切。 这不敢出去了，得这个时候有点尴尬。我出去的话，人马踢我，我就没了。这经验吧，兄弟们。哎，难受啊！就我就知道会这样，差一点6级，有点感觉到人马会来。嗯，这就烦了，这个。 这就烦了，你们知道吧？<笑>
刀都飞神。刀都飞神，我用的有点大弯了。好烦呀。算了，我发育吧，不能再打了，有点难受嘛，玩的有点难受。这都死了呀，老哥！妈的，这都被换掉了。我没蓝干他了呀！算了，没蓝了这波，得稳一点。谢谢个没抢，回家出来再打。只拿了一个。我没六R呀，我没抢人头呀，艾莉活不了啊，这有点亏。你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。开不了场主要是吧？前面被刷好像多次，真的很蠢，不该被抓死的。吃个蓝 buff， 我现在出去的话，人马踢我还得死，你们知道吗？太恐怖了。我等级太低了，没踩到了，有点难受了，踩到就好了。不是啊，那个瞎的都点信号了，我也不能明抢。抢了又得被骂，他不点信号我肯定吃啊，他点信号我怎么吃？我吃了之后又开始骂我，何必呢？谁点信号呀？啥意思？
大招有点浪费。六开支300块钱的练级，完了，反逆死了，人马宛如一条疯狗。宛如一条疯狗的人马。我得回家买个装备，他不能，不然疯。别急，我出来这张。他这打的话可以干他，但他应该有闪现。这个接力棒接的好，接力棒。人马可能会在附近。好亏呀，我操，我线都没吃来帮你们，妈的就出了一个人了。我有点裂开，好了，你们猜吧，我走了，我炸了，真的，有我的钱吗？啊，就50块钱，没了。我们感觉人马伤害这么高呢，兄弟们，他踢我有点止不住。哎，你刚刚我有点卡，刚刚，兄弟们，突然跳屏了，我不刷野，别掉这网架，这瞎的，我不刷野。哎呦，难受啊。太难的反向浪费了，赏金也有点难受。我这个状态不知道能不能杀呀？把两个人头带到最实在的，哎，他妈不说，人头拿来。爱你就等于爱情。那么问题。别浪别浪别浪，兄弟，走走走，真不能浪，这游戏真的不能浪。太太肯定要死了，
我去，那个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吓得你中年了。哎，我急了，妈的没补到。本来要被单杀了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哇，我的，真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我这个点还没给，我操！哎，我三个都没叠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上，兄弟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他，我点了明明。啊，心态炸了。哎，好烦啊。还不知道你要往哪里闪、啊，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，你得给我死！我丢了！不敢上去，非常想踩上去，可能会有人，兄弟们。肯定有人啊，看了吗？如你所愿，这红拿下吧，红不给对面了。我这人马就在看着、啊，我、哦、你们拿吧，这红我不要了，红送给你们了。这人嘛，就让他站着，站岗，保安。直接秒了再说，恐惧我，根本是恐惧我，兄弟们！看，我操，怎么是伊利跳的这么快呀？练过了这伊利，哎，我好难受啊，兄弟们，头炸了。闪换闪吧，真无所谓。真无所谓，看谁的闪值钱吗？我没闪，我一样可以跳。你没闪，你怎么跳？你得，我看你怎么跳的。这都要闪现吗？等级不够高，赶紧升个等级。对吧？补刀太少了，为什么？我前面十太多次了，被人马弄死三次，导致我的补刀落下了特别少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杀不到应该，这个幻蜜虫跑得太快了，幻蜜虫。
别浪别浪兄弟们，别浪，稳住稳住，这一关我们赢了，加油啊。咱们就赢了，一百，一百块钱。平衡终于一切。哎。这边给他们开大龙吧，你看这两人不是搞事吗，都不在，非要被开，给他们打了龙的机会，这是搞笑了吧，我们三打五也是不可能的呀，太给机会了，真的，国服，这 ADC 就不应该死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太给机会了，我就这么说，这换成韩服，这中路掉了两个人不可能死的。真不知道他们怎么玩，你们知道吧？不是玩 MVP， 我死太多次了，是吧？